我从另外一边呢、啊，爱吃的妹妹。以后他长大也会吃你的。他看到有东西吃，他就会靠过去。哎、欸，妹妹，那是姐姐的，想要抢？嗯，不行了，那你去沙发。等一下，这块还可以叫妹妹的呀。不要太大块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妹妹啊，是姐姐的早餐呢。不过这个南瓜吐司很好吃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。在那个在拍照是什么事？对，在录影。哦，你要看就没有你咯。在家乐福那边买的南瓜吐司，我妈也觉得很好吃。她是有去，不知道妹妹还在去买。